师很烦哎、欸，只是想去校外买个饮料进来喝，也要在那里念个半天，真是的，老师那么机车。老师，想跑去哪儿了、啊？没有没有啊，还睁眼说瞎话，明明看你往那里走。没有，那只是经过。少骗了，真的真的差哦，你差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三道谜题，只要你答对了，你会有奖赏的。啊，第一道谜题。是什么东西在夜晚时出现，但却又在白天黎明升起时骤然消失的无影无踪？我想。连口令答对了，安妮，我来问你第二个谜题。我想不可能答对了。第二个谜题，温暖的颜色如火焰，但却不如火焰般残酷，反而带给人们一丝一丝的生命力。我想，我再问你一题，好，第三个谜题，最后一个谜题哦，冰让你的心燃烧热情，但却它也让你的心冻结而无法融化。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要把你许配给别人了。走吧，爸，好，我要交给你了。坐好，走开。啊！啊！怎么长那么胖，还那么丑？我的女儿兰朵因为老公跑走了而睡不着，原来这就是公主彻夜未眠的故事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来欢迎由林夕哲老师指挥带来的首《杜兰朵》，掌声欢迎。